我怎么跟你说的？对付这种妖物必须要……别废话了，张天师什么时候到？张天师来了。上古时期，人与妖共存于世，妖族第七代妖王赤焰生性残暴，欲清除人类，独占世界，一时间天下大乱，生灵涂炭。有一人创造杀妖之术，为苍生斩妖除魔，到后来唯有一群人保人世太平，秘密修习除妖之术，还将此术唤作方术，而修习方术之人便自称方士。来呀，众卿家赐酒。谢谢王。哎呀，哎呦，启禀大王，有千元山方士愿为大王表演方术以助酒兴。嘿，真扫兴。谁？是宣方士。参见陛下。哼，来，快赶紧表演吧。哼，腾云，不是我，看看，哎呦，我还是起源了。看看这个，说有云见有云的。方士乃是守护天地，镇守四方之事，其中的妙法犹如繁星在天，多不胜举。哦，无风。哎呦，好，停风，停风，停风。云气。哎呀，棒，太棒了。好，太棒了。哎呦，哎，太神奇了。哎，来来来来，重重有赏啊，给我赏。谢陛下。好，这熏明通气肺，正元气，正像是年方二八的少女一般纯净无瑕呀。哈哈哈哈。
二位仙官到此，不光是为了感受这二八少女的纯净无瑕吧？嗯，陆先生可知张宝成之事？如果二位仙官是为了跟我说这魔灵镜的事儿，我看还是免了吧。你们一黑一白二位仙官，镇守这妖物已经有近百年了吧？更何况这张宝成法力远胜于我，你们就不必让我接手这棘手的事情吧？哼，一个区区的凡人，怎敢如此讲话？哎，老黑，老黑，哈哈哈哈，这仙家我自然是不敢得罪，但是我也不怕得罪。大胆！哎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陆先生，天下方士众多，能够担任天师一职的非您莫属啊。况且现在魔灵镜十分不稳定，您知道里面藏着什么吗？现在世上是有妖存在的，先生请看。不是，大事不好了。求求您，少点！来呀来呀，李公子！求求您了，我好几天没吃饭了。去去去，去！走开！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穷孙呀，滚！哎哎哎，就那位来，小爷给你钱，没钱花的来找小爷啊！没钱呢，小爷来给你们了。哎，别抢，这是我的。都有钱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每个人都有钱，小爷好不好？哎，好就有，有的是钱，每个人都有啊！哎，别抢，别抢，别抢，别挤我呀！这可多了，我的，我的。来来来来，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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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给我！哎呀，国师怎么还不到啊？啊！国师，请。我家老爷陪大王祭祖回来，就一病不起了。好听，耳朵出来了，是不是？
跟我还在这装是不是？还装？哈，行。你给我去你的吧！张文才，还在这装是不是？我都背了你一路，我告诉你，你差不多得了啊。行，还装？哼，你就在这待着吧你。文才，文才，真动不了了！哎，你别吓我呀！哎，来来，走。哎，博士，你可来了！快，国王有危险，快快去救他！等。哎哎，陆离，救我！陆离，救救我！混蛋子，谁是你的海漂？哼，女子怀而未得子，一层黄土泪洒之。七彩祥云头一块，上下宴考方会知。妖王赤焰，把我家海漂的彩光子给我！你这个饭桶，你干嘛呢？这，哎呦，你是国师啊，连这个小鬼都收拾不了啊，还跟他啰嗦什么？赶快帮我把他杀了！钻心钉，我说陆离啊，你至于用这么狠的招数吗？啊！欲加害我王者，无论是妖还是仙，我必杀之。你，哎，老黑，老黑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，多大点事儿啊？先把他收了吧。收！啊！哎，陆离，来来来！哎，大王，你那面镜子那么厉害，用不用放在本王的床上？那本王不就安全了吗？不可！啊，此物乃是妖物，如果落于坏人手上，必将天下大乱，还请大王明鉴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寡人累了。哎，你们也回去吧，睡觉睡觉。嗯，臣告退。张文才，你醒醒！别睡啊，张文才，醒醒呀！你，张文才，哎呦，张文才，你醒醒，张文才！幻境如幻真，哦！文才，文才，伤到哪儿了？没事吧你？抽死我呀！嘿，我怕你死了吗？我，哎，让我看看，疼！啊，不动了，不动了，不动了！你这一路，你倒歇一会儿啊！一路从王城镇到家，我……嘿，你这个人，我非得不讨好了我啊！我这……别贫了，进来。走啊！什么个情况啊？这到底什么？贼气！哎，哎哎，你等等我。啊！哎，那什么情况啊？我哪知道啊？你自己应付吧。别介呀，你帮帮我。我哪会啊？我怎么帮你？那是你爹。我去你！
并非小人画小人，就是一个老太太，再是一碗老咸菜。哎，嗯。师傅，师傅，徒儿有一事不明。何事？不知为何，我去了城里，我感觉不舒服。不舒服，你不应该找我，你应该找大夫去啊！不不不不，但是我在城里，我看见药了。哎，你说师傅，你说这药，天底下真的有吗？不会是人装的吧？严九爷，多日不见，还是如此精神。托陆国师的福。我们今天到这里来，是通知你一件事情。不急不急，先进房子里边用茶吧。哎，不懂规矩，马上去泡茶。是，师傅。请用茶。我不会绕圈子，直来直去。今天我们到这里来，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陆离已经被我们升格为天师。哎，老黑，哈哈哈哈，崇礼啊，主要是来听听你的意见，毕竟国师级的方式只有二位了。还是你懂礼貌。陆兄，你想好了？是。方士乃是镇守四方平安之士，普天之下不乏比你我更加懂得法理的高人。正所谓方知法理在于人间。不过既然陆兄有如此舍弃之心，敢于承担拯救天下苍生之重任，那我还有什么话说？学生在此向天师道喜了。方知法变幻莫测，陆离怎敢失于先生？不过陆离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还望九爷成全。陆兄，请请请。严九爷请。多日不见，诸位的法力都有长进呐。张宝成，没错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是死了，哼，可又不像。哎。慢着！这幸亏不是我。
牌我也拿不到，估计这世上没有人可以拿到这个牌子了。听说昨天宫女小兰莫名其妙的就死了，死的可惨了。哎呀，快别说了，怪瘆人的。哎，启禀大王，宫女慧兰昨日死于非命，死相之惨，亘古未见。哎，可吓死奴才了。国师呢？国师昨日出游，至今未归。什么叫做至今未归啊？啊，难道要寡人死在这里吗？还不赶快去找！是。启禀大王，大王您息怒。末将觉得此事多有蹊跷。说，回大王。末将认为，为人臣者，当时时刻刻保护大王。可是这个国师陆离，每次在大王出事之后，许久才到。大王，这就有问题。嗯，有什么问题呀？回大王，这问题有二，其一。国师陆离延误救驾，弃大王于不顾。其二，这国师陆离每次游踪不定，大王英明，这就说明他有杀人的嫌疑。混账！末将不敢。国师可是先王赐予给寡人的，你这样说就是说先王有问题，是吧？末将不敢。还不赶快去找！诺。哼，陆国师，不好意思，这次帮不上什么忙。啊，无论如何，还是要多谢九爷。哎呀，想想原来要做天师是那么的困难。期待与九爷再次相遇，陆离告辞。告辞，告辞。我在这边呢。告辞，告辞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大家小心。猜错的话，咱们身上应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。何以见得？方才打斗之时，这些妖物与你我并不纠缠，而只向白袍仙官下手，这说明他们是冲着魔灵镜来的。有些道理。走吧。回梦不知几许，未来未可知。方知数，其理归于章法，归于章氏子嗣。天师陆离，哎呀，国师啊，国师。你可真是累，劳苦功高啊，国之栋梁啊！微臣不敢当此说说，大王过誉了。
哎呦，来赏酒。啊，来，谢大王。陆离，你不只是管理朝政，连寡人的寝宫也一并管理，你不觉得辛苦吗？微臣不知大王所言何事，还望大王明示。陆离，你可是两朝元老，侍奉过先王，寡人敬你德高望重，没想到你要害寡人。哼，这个玉佩全天下只有两个人拥有，一个就是远在玄月谷的严崇礼。据寡人所知，你前两天去见过他。另外这一块应该是在你的手上，怎么会在刚死去的宫女手上呢？你说。我明白了，今日你必将死在此处。阿红。怎么说？哎呀，陆离出事了。怎么会？他那么厉害？他是厉害，但是没有这么厉害，所以他就出事了。现在我要出去一趟，你跟燕子也收拾一下，去另外一个地方。嗯，去哪儿？凌云阁，去找我的师兄马云德。啊，哎，嗯，把这个玉佩留下，能保住你们两个人的平安。嗯，哎，嗯，这次危机重重，你要好好保护自己，也要保护好燕子，明白吗？嗯。嘿，没事了啊。嗯。马来。学生严崇礼有事请教。崇礼啊，何事找我？有件事必须找你确认一下。天下方士分为四德：天师、国师、山师、方士。你已成为国师，早就不归方士总坛管辖，竟有事找我？奇怪，事态严重，是有关陆离的。陆离已经病天了。原来是真的。是谁做的？不问的好。凌云阁。二位找谁？我找我师伯马云德。你们二位就是我师叔严崇礼的高徒吧？请进，请进。
我师父和众方友在等你，请。哎，鸭子，觉得不对呀？可这哪不对了？他们人都不……快走吧。大王，都起来吧。陆离呀，陆离呀，我的大法师啊，我的大法师啊，我国之栋梁啊，国师跟寡人情同父子啊，一生为我们天国励精图治，鞠躬尽瘁。寡人是万万没有想到陆离要刺杀寡人的，只有你对寡人的教诲，让寡人终身受教啊！你教给寡人做人的道理，而你却选择离开，你让寡人可痛心了。两个奸诈小人谣言惑众啊，欲要谋朝篡位，煽动国师啊，将妖放在寡人的大殿蛊化成功，让寡人好几次历险，今天寡人就让他给我们国师陪葬。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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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。哎呀，哎，崇礼啊，大王，哎呀，你可回来了！崇礼离开大王已久，不知大王可好？多年前，崇礼离开大王，只因大王执行严政，苛捐杂税，民不聊生。此次崇礼归来，就想辅佐大王，让大王成为一代明君。崇礼啊，你愿意回到寡人身边，寡人什么都听你的。此话当真？君无戏言。那就请大王把这两个人交给在下处理。好好，都依你，谢大王。陆离，陆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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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叶子，你别喝，
诸位方友，在下有一事不明，普天之下何为方术？哎，愿听马方友高见。方术乃孩童之啼哭，羊羔之跪乳，乌鸦之反哺，从自然中来，归自然中去，唯有长伦纲法，侠之方之法，故方术乃人之方术，非天之方术也。我开坛讲法随性而来，来者入席也，去者满载也。方才马方友所言，字字金句，方式分级严苛。其实马方友的造诣早已到达了国师级别，真是可惜呀。木槿先生，此言差矣。天下方士以天师为尊，故天师只有一个席位，而国师级方士只有两个席位。山师级方士数目众多，普天之下也不过五十余人，至于普通方士嘛，则多不胜举。但是方士中不乏有齐眉山师者，而山师中又不乏有强于国师者。至于名号嘛，是俗人送也，不须多想。先生封谷。哎，哪里哪里，众方友同饮同饮啊。国王是昏庸，但他只是个昏君，绝不是个坏人。我跟他认识已久，他本性是善良的。善良个屁！他善良。严崇礼，我来问你，陆离一直对国王忠心耿耿，可他为什么要杀了陆离？啊？还有，国王抢走了魔灵镜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在身上，你呆傻了吧你？我告诉你，魔灵镜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杀了你！你说什么？你老师怎么教你的？啊，你有没有这么说？你二位，哈哈，二位二位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老黑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崇礼啊，你也别怪他，镜子被国王拿走了。对，我是说国王是昏庸的，他肯定就是拿着这个镜子去把玩一下，你玩腻了他就会交给我的，我一定会把他拿回来。我现在在想啊，这一定是谁在背后用计谋把陆离杀害的啊，说不定那个人就是，难道是来，干！中方友，就坐，就坐，啊！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燕子，坐在那边的后生，燕子，他就是我师弟严崇礼的高徒。张文才，张方友好。文才师侄啊，我也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山师级方士木槿先生，还有怀静先生，还有莫林先生。在座的可都是方世界的名宿啊，当然虽不及你师父严崇礼的造化高，可也都是方术界的中流砥柱了啊。师侄啊，
们都做了半天了，也不吃不喝的，不知为何呀？师伯啊，不是侄儿不喝，要论这喝酒，侄儿实在是汗颜呐。要时刻保持警惕性，哪怕嘴里吃了狗屎。现在只能拜托您帮我把我的女儿和徒弟接回来，他们就在凌云阁。好重的妖气！我师兄是马云德，如果碰上麻烦，可以请他出手相助，拜托了。马云德，你对这些人都做了什么？你给燕子喝了什么？不愧是我师弟严崇礼的高徒，连我这双重幻化之术你都看得出来。废话少说，你为什么要害这些人？师侄啊，作为师伯，我奉劝你一句，赤焰妖王马上就要统领人间了，不如你我一起辅佐妖王如何？放屁！走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赶紧走。燕子，走。受伤了，我们再去休息一会儿吧。受点内伤，没事，赶紧走，走。想跑？别开玩笑了，快走，赶紧走！快走！小子，挺能挡啊！我看你这回还挡不挡得住？能起来吗？能再你起来？人仙凌驾于人之上，凭什么？妖魔就一定是邪恶的？凭什么？就因为比人类与神仙都优秀，就要灭了妖族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起来呀、啊！起来呀、啊！
燕子，贼，别追了，你追不上他。他是谁啊？他要把燕子带哪去啊？他是国王身边的大将，叫灵蛇。哎，以你现在的武功，就是追上他，也得送死。要怎么办啊？我送你去一个地方，你把我扶起来。来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好多了。他是谁啊？哦，他是你的同宗张宝成。张宝成？张天师？他得200多岁了吧？你怎么知道他是我同宗啊？嘿嘿，你们张家呀，是方氏里最特殊的家族。张家天赋异禀，所以啊，以往的天师级别的方氏基本上都是你们张家的后人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张家他流着先人的血呀。张家是仅存于世上世人与先人的混血，所以你刚才还能隔空画符，这是成为天师的重要条件之一呀。哦，仙人。陆某还有个不情之请，九爷一定要帮我。是有关张文才的啊？是啊，张文才本是张家后人，自幼没了双亲，我替张家谢谢你这么多年对他的养育之恩。严格意义来讲，你不是张家的后人。陆离有张家四分之一的血统，所以天师一职只能由他担任了。你们两个只会看管那个魔灵镜，却不去理会人家的死活。哎，九爷，这是我自愿的。现在天下妖魔四起，连大王都被妖魔入侵了，我必须担当起这份责任。而且妖王赤焰已经从魔灵镜里逃跑了。啊，什么？如果让赤焰得到魔灵镜，那放出来的必定是一个万妖国，所以，哎呀，所以什么？你起诉好不好？如果我死了，请严九爷一定让张文才担任天师一职。对不起，我不能答应你。为何？因为他是我的徒弟。那他还是张家的后人呢。他是张家的后人，就要承担你们的过失？难道张家世世代代永远都要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吗？啊！就因为他是人与仙人的混血，岂有此理！老黑，老黑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九爷，苍生需要拯救，还望九爷再考虑一下。哎，我之所以隐居于此不问世事，就是不想参与这些事。不过既然你想我参与的话，我可以参与，但是张文才免提。
好。哇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好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云德何在？他欲透露大王的秘密，已被我击毙。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本王的人你还先斩后奏了？属下知罪。哼，大，当今这天下已经没有人能够打开魔灵镜，我愧对自己的子民呐。大王，属下觉得不然。嗯，说。因为我曾亲眼看见有人会隔空画符。哦，崇礼呀，丞相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快，快救大王！大王在宫中会有什么事啊？大王，大王会被妖物附体了。什么？当时我跟大王去王室宗祠。人间的大王。你是何人呢？我乃东阳神君，天上专管仙官的神仙。啊，神仙！哎呀，神仙，神仙，神仙！人间的大王，如果能够让你长生，你可愿否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神仙。大王，不要轻信此人呐！啊！神仙，很好。这是何物啊？此乃妖王赤焰死后化作的秘宝无心石。无心石啊！你若吸取了无心石的能量，就可以长生不老，无心石便有心了。哎呀，给我能量，给我能量，给我能量啊！大王，大王，马云德，奴才在，你就帮寡人找了这个臭皮囊吗？请妖王恕罪。奴才特意为你找到了人间的大王作为你的容器，若妖王不喜欢，奴才只有一死。马云德，奴才在，你辛苦了啊！之后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。崇礼啊，国王可能就是赤焰妖王啊！你这智商啊，不是可能，一定就是。哎呀，哎，一定要救大王啊！任崇礼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嗯，是，让他们进来。
哎呀，崇礼呀，你说这镜子能看见小时候你带着我玩的景象吗？有时候我还真羡慕你们这些方士，快到年纪老的呢，你们又不老，该到要死的年纪也没见到你死。崇礼呀，你说你都一百多岁的人了，进屋咋就不知道敲门呢？赤焰，你把国王放了。200年没有人这样称呼我。妖孽，你不要废话，我把你接了。哼！崇礼呀，我跟你打个赌，我不用动一根手指头，我就能让你死。来。爹，燕子，跪下！跪下！梦了吧？我梦见我师父死了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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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看来你的伤也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嘿，别动！我是，张文才，受死吧！你来得不巧。
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有人欺负我！不哭不哭，我去教训他啊！不哭，走。师父，你快出来看！哎呀，师父！师父！哎，宝，你怎么说走走了呀？啊恭喜大王恢复元气。200年前，本王跟张宝成一战，本王身受重伤，现在已经恢复了所有的功力，现在该是到了我们反攻的时候了。啊啊！来，跟本王喝一杯啊！谢大王。哎，祝大王鸿福齐天，奏与天齐。啊，好，赏。谢大王。大王，微臣祝大王身体健康，忧似神仙。哎，神仙？是神仙。来，将此人煮了，增而食之。大王，饶命啊！大王，大王饶命啊！大王，大王饶命啊！大王，什么事？大王饶命啊！大王，怎么回事？怎么？哎？许人吃畜肉，就不许人吃人肉吗？啊！寡人要颁布一条新的法令，从今天开始，人肉可食。哎呀，哎，众卿家有何意见呢？好的，别多吃点，我今天就要生嚼了你。哎，走！燕子呢？燕子啊，吃的就是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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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算是10个天师，又奈我何？妖孽，你现在终于现形了！黄
我背跑来！还我师父！呀呀！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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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呀！啊！啊！啊！你回去复命吧，这个人交给我了。那不行，教主有令，此人今日必须死。站住！我接到教主密令，今日还不是他的死期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我？哪敢！你可是咱们教的圣女啊！那你还不赶紧滚！文才。燕子，你没事了。文才，你好好疗伤。燕子，啊，师父死了。我知道了，记得来丰都找我。阴阳教存在于天地阴阳夹缝之中，张宝成利用魔镜唤醒了活死人，整装待割，准备一场更大的阴谋。属下参见教主，魔灵镜已经到手，可是这个王颜卓彦他背叛教主，现已变节。我知道了，去吧。
啊，你的女儿还是你来处理吧。是，请教主放心。想当年啊，你还是童子的时候，我已经是天师了，我整整守护了他200年呢。如果属下没有猜错，教主是想通过这面镜子找出妖王的亲人，然后杀死，就可以获得无心石了。崇礼啊，这无心石的能量可是力量的源泉啊。走，我们去丰都。